觉得哪里不一样？树圈有没有很特殊？不错、哦，错哟。继续看影片，后面有跟你讲解怎么如如如何,何 DIY。加油！好，接下来我来说明这个树圈如何 DIY。好，然后首先你这个竹片的位置，先大概就好了，大概就好了。好，然后。 这个地方，你让它对折，那对折的这个地方，大概是差不多你一个，你你把它设成一个吹嘴的长度好了，好，吹嘴的长，这个地方的长度，好，然后这时候放上竹片了、哦、哈，好，然后这时候我们要开始转这个绳子。 转过来的时候，第一圈你要先让这个绳子这个地方是重叠的，你要压住它。好，这个绳子你要去压住第一条。好，先压住第一条，它才才不会一直跑掉哈、哦，它才不会一直跑掉。然后这时候你就可以开始一直转了，你就可以开始一直转。然后你在弄的过程之中，可能竹片它会。 有一些移动，那你先不要理它，然后你把它束紧哦，哈，你一直转，束紧它，一直束紧。好，差不多的时候，这时候我这一端就穿过这个凹槽，这个洞过去。 然后呢，这一端你要回来，因为你不回来的时候，等一下你弄好的时候，你这边会有一条绳子，有时候你不小心嘴嘴巴那个嘴嘴会含到含到这个条绳子。好，所以说所以说我们需要，就是说你看哦，我这条先把它拉紧，拉紧的时候，它会把这一条束紧，它会把这一条竖紧。 啊、嗯！但是我们现在，因为我们还需要这个，把它移过来，移过来，这样子就不会你在弄吹弄那个，你在吹的时候会含到那个绳子。好，你弄过来之后，你再去把它压紧，这条把它拉过去，把它压紧，让这个地方去把这一条拉绳子束紧，让它不会跑。好，这样子它就不会跑了。OK。 那这样子就完成了，这样子就完成了。好，然后你再稍微调整一下就好了。这个主片的位置，这样子就完成了，很好用。那重点是我们也不用再去花什么钱，啊，然后就是有时候或者是说你那个当下你刚好没有树圈之类的，你忘出去表演的时候你忘记就是带树圈，然后如果有绳子可以去。 取代的话，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，然后生意也还不错，哎呀，然后这这个绳子的话，你可以到文具大大件一点的文具店啊，还是一般的家庭五金，或许都能找得到。那基本上是不要不要像那一种又会有弹性的那一种、哦，好，不要有弹性，不要像那个我们的伸缩带那一种、哦，哈，或者是像橡皮筋一样的有弹性那那种就不要了。 那种可能就没办法制作，那你要就是要这种绳子，嘿，对。那我是这个是四十五块而已，好，它是写什么五五色线那那到底是怎样？我不,不是很清楚。那、啊、你们可以自己试着 DIY 看看哦，好，加油。